明明是个圆柱体，怎么镜子里却出现一个正方体？再换成一个正方体摆在镜子前，可镜子中又出现了圆柱体，是镜子有问题，还是我们眼睛有问题？先来看为何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把一张纸的两边剪成 S 形，对折一下，再把首尾粘起来，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既是圆柱体又是正方体的结构。其实这是2016年年度最佳错觉大赛第二名山原厚吉教授分别将几组不同的正方体摆在镜子前，可镜子中它们却都变成了圆柱体。当你稍微挪动视角，就能发现其实它们不是什么圆柱或正方体，而是不规则的柱体结构。这些柱体以合适的角度互相连接，或者高低错位，便在我们眼中形成了视觉错觉。同样出自教授之手的还有2010年获得大赛第一名的斜坡轨道。明明四条轨道都朝上，可小球却能从坡底滑向顶端，但你换个角度就会发现这还是视错觉，坡道其实是向下的。所以看到这里，你还觉得眼见就一定为实吗？